第二届香港胡琴节将于2009年的4月至7月间举行。在这个胡琴节里面，我们将会推出3套大型的音乐会，那是胡琴大世界、胡琴新艺族，还有清明上河图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改革胡琴演奏会、改革胡琴座谈会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。在群众活动方面呢，我们也有像胡琴马拉松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还有胡琴展览啊等等，配合这个大型音乐会的一些活动，希望大家再接再厉，在参与了2001年的这个胡琴节之外呢，在2009年举行的第二届胡琴节，大家踊跃参与，享受胡琴音乐之美，瞬间参与，永恒回忆，香港胡琴节2009。